大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常听师长有提到啊，世间好话啊，圣贤佛菩萨说尽了。那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呢，能得到儒释道啊，这些佛菩萨圣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开卷有益呀，你把这些宝贵的书一打开啊，读一段有一段的受用，会觉得哎呀，老祖宗怎么把道理讲得这么深入，这么透彻。所以我们看呢，师长提到他的老师，哎，方东美教授。师长说，我每一次看方教授的桌上都有佛书，很认真学的。我们看李炳南老师的照片，拿着书在看，二十五史就在他的后面。都是非常好学呀，好学近乎智。哎，有没有哪一位仁者啊？您最近看经典、看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教诲啊，你看了之后觉得，哎呀，拍案叫绝。然后这个余音绕梁，三月不绝于耳，教诲一直在你的心里啊回荡。有没有要分享的？什么事情啊都离不开因果，世上不离因果。所以老法师常常强调财布施得财富，在修因得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当然诸位老师每天都在做法布施啊。上了讲台就是法布施了。但多多益善。这讲台上是个法布施的机会。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共学也是法布施的机会。那当然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啊。这个陈德的母亲啊，教书教了一辈子，30多年了。可是你叫他在大成年人的面前讲话，他一句也讲不出来。这个给小朋友上课上了30多年的讲台了。所以这个也不能分别啊，跟小孩讲话跟大人平等平等啊，这样就能入不二法门了啊，不去分别，不去执着。有没有哪一位仁者愿意跟大家分享你这个礼拜看的哪一段教诲？大家要练因无所住啊，
啊，我现在把球抛给大家，大家不要啊，愣住了啊，愣住了也是执着，静下心来，回想回想。好啊，当然大家没反应的时候，我也不能执着，要就逼大家了，那就变执着了。哦，所以我们讲别人很容易啊，但是要常常看自己的。所以我印象中啊，我们当时候都要去参加一些培训的，好像一个学期你得参加哪些课程啊，每一次还要上完还要发那个研习时数条，一条一条的，是吗？哦，这个是教育当局规定的，都得去上。结果去上课的时候啊，上面的台上的这些教授啊，啊老师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在台下的头都低下来。哎，可是换个角度想呢，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对着小朋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人问。哎，自己坐在底下的时候呢，中了这个阴呢啊。这个重因得果，自己在台下的时候都不发问，结果自己上了讲台了，得到了这个结果，学生也都不问了，什么事情都在因果相续啊。老和尚说的因果转变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啊，哎，这三句话不能当知识背诵。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重因。我们今天希望学生好学，我得先重因啊，哎，我是老和尚的学生，我得积极学他老人家的教诲，重这个因才能感得学生好学。好，我们有请黄老师，他举手了，他是很喜欢做法布施的啊。哦，每一次上完课他太厉害了，他都是速记啊，把重点都发给大家了啊。来，有请。阿弥陀佛，请问这样听得到声音吗？可以，请说。好，就是敬爱的法师跟同修大德各位好，墨学士黄成仪。那刚才承接就是法师对我们的这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开示，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给学生做一个好榜样。然后刚好是今天刚好是我们学校的这一个，就是我目前任教在新竹学校的亲师家长会。然后我去参加亲师家长会之前呢，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心安定一点，于是我就念了佛号，然后还有看这个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宝本，然后我就读到了疑问品第三，就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凶残，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就是念到好，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地生红颜，然后苦口必是扬料，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劳逸，成道非由师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然后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很感动，然后想说，因为我任教的孩子们是9年级，他们在70几天就要参加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考，然后就是亲师家长日，我任教的3个班级，那因为我本身是这个国文科专业的，那国文科在会考的比序当中又是非常重要，就第一个比序它有几个家会影响到他未来填志愿的升学非常大的影响，那家长对我的这个重点关注就特别多，
然后纷纷想要请教，是说怎么让他们孩子的什么成绩提升啊。然后我就说，因为大家都很着急，然后想说急事要缓办，然后我就笑笑跟他们说，就是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就是要懂得去赏识他。然后因为他们就有家长提到，就是说他们孩子刷题目的题目量不够多，然后去什么坊间哪一堆摊位参考书材质学太简单，是不是有问题？我说你孩子没有问题，你孩子程度很好，一定没问题的，他有问题可以跟我来讨论嘛。然后我就在这个现场的场合当中就感受到，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佛法有学之后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时候刚开始家长是对我就是脸交叉手交叉脚交叉很多防备心看着我的，可到后来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家长就是对有点拈花微笑，然后他对我鼓鼓掌，就是会比较放心，是说可能把孩子交给我。我想说这就是可能近期就是读佛法，就是又把它使用在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体悟，然后在此跟同修大德们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黄老师啊，您看了哪些经文？你把它用出来的体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哦，那对不起，题目就是那个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就是这个题目，就是我前阵子就是过我的生辰，然后跟我妹妹也过生辰，然后我就突然很感谢父母，就是把我们诞生在世上。然后我就是跟同学说，你要体恤你的父母亲，可能他们最近会催逼你有关成绩的一些部分，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为了您好。然后就是希望学生去想父母亲对他的这些用心，其实并不是要他成绩提升，而是希望是说孩子以后有好的一个学校，一个好志愿去可以填。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就是跟孩子多讲，是说要他们要去体恤父母亲的心。那我不知道他们有听进去，但是至少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他们的心有比之前还要平一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躁。就是我感受到，我不管三个任教班其中两个任教班的那个读书风气或者是积极度有比较提升，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多跟他们分享，是说要去感谢父母亲的一些辛劳，他们有去就是饮水思源不要忘恩吧。所以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在至少在读国文这一课的时候，我是感受到他们是有比较听得进去。对，我不晓得有没有切中法师跟我讲的这个题目，还是我偏题了。就变成自我发挥比较多了。对，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啊，对，谢谢黄老师哈。对，一点都没偏题哈。真的吗？首先您一有时间啊就读经典。开卷有益啊。哦，我们体会刚刚这一段经文，这个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还有教孩子做人做事很精辟的。心平何劳持戒，心直何用修禅。佛法重实质啊。所有的修行啊，都是为了修这一颗心啊，修出真心来啊。而真心它是会起作用的啊，它是起作用了，恩泽孝养父母啊，啊，承德自己感受啊，求学的过程。我们是很需要这种精神食粮啊！我在那个年代训练都变考试机器了，老师一提到这些做人做事啊，真的像甘露水一样，这是我自己回想的。老师讲的那些做人的话我都不会忘记，所以学生是愿意学这个的啊。就像承德记得我05年在北京待了快一年的时间呢，去了好多大学演讲。当时我记得我到大学去，
一些负责的主管，哎呀，现在大学生呢，听不到二十分钟就不尊敬了。哎，但是我们真的去讲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是全神贯注。我去大学演讲啊，还没有看到学生不愿意学的，因为我们讲的是老祖宗这些心性的学问啊，是跟他们现在家庭情况啊、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一学就能用。哦，所以我们老是能体会到他们是很需要的话，那就会见缝插针了。而且心是根本的。他的心能提起孝心呢，念父母的恩呢，那他的学习状态就会很好。他有动力了。而且他的身心是更安定的。所以我们要从根本呢，从心把孩子的学习动力带动起来。当然一些学习的方法啊，这些当然都是要教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动力，恩则孝养父母。父母跟老师最重要的配合，老师要教孝顺父母，父母要教尊重老师。义则上下相连。这个我们黄老师有表法出来。他跟学生也是上下。他能去体会到学生现在的心情啊，难处啊。他就会去疏解他们的心情啊，给他们适时的鼓励啊，肯定啊，让则尊卑和睦，家庭团体里面相处，礼让、忍让、谦让啊，忍则众恶无喧，一个巴掌拍不响了，我们能忍住。不发脾气了，不还嘴了，不忍我是非了，众恶无喧的，若能钻木出火啊，淤泥定生红莲呢、这两句话完了之后，我们要问自己啊，最近念佛念了多少？要下顿功夫啊。承德最近啊一直在体会啊。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要把念佛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啊当唯一，但是要把念佛当第一。因为心是根本。一个老师他的心很安定的时候，他会信手拈来都是教材，他可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他的心是安定的，他的心是充满爱的，他的教学状态就是这样。可是当他今天心情不好了，妄念很多了，杂念很多了，他就不能有这样的展现了。所以教书心的状态要给他保持好。那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他讲的很有教育的敏感度啊，然后吃一个饭，
首先呢，吃饭不要挑食，不是你到饭店去挑东挑西的。一个吃饭里面有多少个机会教育点，你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也没有，甚至吃饭的时候还骂人，七不择啊，七不择啊，吃饭前不能骂人，一骂人他肠胃消化不良啊，会悔不择，他已经觉得很惭愧了，这个时候不要再骂他了。哦，哎，那身体不好的时候不要责，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不要责，包含睡前不要责，不然的噩梦连连的。你甚至于在众人面前不要责，因为他有面子，归过于失事。所以对饮食勿拣责啊。还有这个或饮食或坐走啊，长者先幼者后啊，他有礼貌了，他懂得长辈先吃啊，甚至于在摆菜的时候啊，好吃的难得的食物摆在爷爷奶奶面前呢，摆在客人面前，摆在长者的面前，而不是他自己拿到前面来吃啊。包含等着大家都到了一起吃，对大家的尊重啊。他陈访白犬呢，陈访家里十三代都住在一起了，每一次吃饭一定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到了，开始吃，饿也不可能饿那两三分钟就饿扁，是吧？互相尊重，都会等着对方。后来陈访家里啊，养了一百条狗啊，这一百条狗也都是都到了，他们才开始吃啊。你看这个，礼敬啊，这个家风呢，影响到狗了。那还有啊，吃完了，我也是家里的一员呢，要帮忙收拾这些碗筷啊，擦好桌子啊，家庭如此，学校通通是如此。哇，你看一个吃饭多少教育点，那佛门要吃饭要用菩提心吃饭，要感恩心，就是菩提心了。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实存五官，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存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吃饭不能增长贪心，增长感恩心了。正视良药，未疗行哭，提醒孩子我们有一个病啊，叫肚子饿啊，这个病啊到极乐世界去就没有了。而且呢你自己的精神境界越高，这个病就越轻了你就越吃越少了，吃两餐就好了李炳南老师的功夫吃一餐就好了还有阿罗汉的功夫七天吃一餐毗湿佛的功夫十五天吃一餐都可以引导学生的未成道业应受此食你看学校啊，这么多厨房的长辈大粒瓜小粒瓜这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再给我们准备美食我们今天不认真读书
就太辜负这些长辈了。老师一静下来，处处留心啊，都有教材啊。啊，那老师的心是根本的，那心要随时在正念，随时平静。那你不念佛，还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更好？所以念佛啊，要摆第一啦。我们当老师要摆第一啊，当父母也要摆第一啊。啊，你的心非常安定，你才能够去感染孩子。啊，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能引导他了。而谈到教育啊，家庭教育是根本的，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谈。刚刚这一段话，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所以得钻木出火啊，不能懈怠哦，不能有一搭没一搭，要精进了，不能间断，才能出火，要念出智慧来哦。烦恼轻，智慧长了。啊，这个都要下顿功夫的，这个。八矢中地啊，一个人射箭，射中靶心啊，原非一发之功啊。磨杵作针，岂是战磨之力啊？你要把杵磨成针呢，哪有磨一下就变成针呢？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呢？所以一般我们修学啊，都要有定课，定课就没有间断，每天都有念佛，每天都有读经典，你不间断呢，那个力量才能出来。你有一天没一天，这功夫都大打折扣了。哦，那当然自己也是比较容易懈怠啊，所以感谢大家啊，有来了跟大家一起交流啊，一起念佛的时间呢、啊，那我就不能东摸西摸了，时间到，赶快要上来跟大家交流了啊，赶快要跟着大家一起念佛了，嗯，哦，哎，总要找一些方法。对治自己的懈怠，那你看六祖这一段话就字字珠玑啊，五口鼻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这两句话是孩子一生的成败，因为当局者迷，他得接受旁观者的提醒，那我们要教育他有这个接受别人劝谏的态度啊。那我们老师得把身教先展现给孩子看。哦，那我们假如在课程当中啊，我爸爸曾经提醒我什么？哦，我哪个朋友提醒我什么，哇，真是给我当头一棒啊。哇，我的师父净空老和尚给我提醒什么太重要了。啊，没有他这个提醒啊，我人生现在都不知道是啥样。看，我们就展现那个接受老师，接受他人，接受古圣先贤的忠言。
包含同学之间互相规劝，很难得，你一知道了，你就赞叹这个学生，慢慢的，闻欲恐无过心啊，就变成这个班级的班风了。就身教、言教、境教，都是靠老师来经营出来的。哦，所以每一句都可以是身教、言教、境教啊！啊，改过必生智慧，不短心内非贤。啊，过能改归于无啊，唐掩饰就增一孤了。好，哦，所以这个很好。这个请我们黄老师分享，可谓一箭双雕。本来是说分享一段教诲啊，哎，他连他教学的领悟啊都分享出来了。我本来还等一下要邀请说，哎，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啊，你最近教学很有喜悦啊，如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我们小时候啊，不能说我们啊，我小的时候啊，我看很多老师比较年轻的啊，我们都看过一个广告，叫好朋友，哎，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这个是博朗咖啡是吧？哎，这句话很好啊，对。啊，一和同乐，我们修六和境啊！啊，你教的很有法喜，你分享出来，大家一定会产生共鸣。啊，因为我最近的生意很不好，这个都没有收到这个心得分享啊。但是呢，我能理解。大家应该是有很多心得，但是任务太重，真的都没有时间写了。这个教学任务确实不轻松。没关系。大家有空再写。而且不用写长。哪怕是一个教学的情境，让自己非常欣慰，非常有法喜啊。这个都可以的，哪怕是有100个字、50个字，都好。好，那我们刚刚说开卷有益呀，最近我们这个赵小龙老师，这个有机会啊，就跟我们分享这个训俗仪规。这个师长老人家有说过啊。5种仪规跟群书之要平等一样重要，这两套都是宝书啊。我们看5种仪规，第一个养正，这是旧根本，天下有真教术，师有真人才，教术之端至履向始，而人才之成至儿童始。你得从小教啊，而且要教对方法内容。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就根本。教女仪规，天下太平，女人家操之一大半，所以教女仪规是根本。我们上一次提到稻盛和夫，这个在企业界第一把交椅了，他成功为什么？
都是他母亲小时候教他的做人做事。生为人，孰为重要？人应该秉持怎样的做人标准？对他影响最大的。所以哪一个地区女性最重视家庭，这一个地区就出人才，兴衰啊都看得出来。你看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都把赚钱摆第一，看下一代的素质啊快速下降。我们现在看在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开发，现在家庭里面最头痛的是什么问题？小孩教育问题。你说这样的财富能让自己的身心安定吗？你看着你有房子，有储蓄，可是看着你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你心能安吗？所以这一套书啊也要大力弘扬啊，训俗仪规，社会风俗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邻里乡党互相帮助，婚丧喜庆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人家在那里忙？不可能的，心都不安，那就是无形的敬教训俗仪规，整个风俗啊，还有从政仪规，一方的父母官呢，就影响一地方的人。哦，最近这个啊，我们啊一位同仁啊，他是印尼人啊，他们的总统叫佐科总统啊，勤政爱民啊。常常啊，看到路边有百姓啊聚在那里抗议啊，他自己还走下来去跟百姓们沟通，哦，很得百姓的爱戴啊，真正为百姓考虑啊，啊，在问候百姓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伊斯兰教的祝福了，其他宗教的也都讲出来。他心在百姓呢，他能理解百姓的心情，是吧？你看他用一个佛教的祝福出来了，所有佛弟子都悦了啊，尽其父则子悦，尽其兄则弟悦，尽其君则臣悦啊，尽其宗教则宗教徒悦。哦，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个官员好，一个领导者好，哦，那真的是百姓的福报了。哎，还把总统整个过程拍成电影了，最重要的拍出什么？拍出总统的父亲是怎么教他的，家庭教育是根本啊。所以这个从政仪规啊，在官法戒录啊，很重要。那刚好啊，我也是听啊赵小龙老师他分享，其中啊有讲到一段教子功夫，
家庭啊是社会的细胞啊，家庭好社会才会好。那家庭里面自要没落交织，你下一代好了才有未来啊。交子功夫，你看这些世间好话圣贤人说尽了，第一在齐家，第二在择师。可是现在好多家长呢，第一在找学校找老师，没有把齐家摆第一位了。知所先后，择近道矣。君子务本，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忽略掉。你看这里分析的，若不能齐家，择其子，自孩童以来，从小成长过来啊，他的爱憎平孝，必有不能一轨于正则矣。他的存心，甚至于他的举止，一颦一笑，你父母都没有给他好的示范呢。你比方讲话轻声细语啊，你不要一讲话哇，像骂人一样啊。这个我都见过啊，去同学家，哇，他们家各个人讲话，真的像吵架一样啊。他们自己没感觉啦。所以他太多习惯在家庭里都养成，他就没有在正道上了。虽有良师啊，化毁亦难，要教导他很难。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夫妻相处啊，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啊，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啊，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君臣有政就社会安定了，要从家庭延伸出去的。今天刚好看了一个短视频，这个是有关教育的，是我们澳洲晋中学院我们悟性法师发给我的。哦，他照顾师父上人呢，尽心竭力呀，不分昼夜。我看到他照顾师父上人，我也是非常感激，也是很敬佩他。其中一个短视频讲到了，孩子的幸福感就在父母的和谐当中体现出来。举了几个场景了，很好啊。当丈夫开错路了，太太怎么讲啊？刚好看到我们不能看到的风景。请问大家，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在我们自己夫妻相处当中呈现出来？哦，还是先生开错，你怎么考的？一骂骂骂个不停。当吃饭时间到了，结果发现太太呢，这个煮饭的按钮没有按下去，先生怎么接啊？先生一接，你搞什么东西？哇，你看那个家里的氛围啊，就低气压了啊。假如这个先生一接，哎呀，我们刚好也很想吃面包，没问题，我出去买一下就好了。哎呀，夫妻的相处之道啊，这也是忠恕之道啊，随时都能包容对方的情况。
孔子之道中恕而已。你儒家四库全书教什么？教这两个字啊。那这两个字要体现在哪？体现在我们夫妻的相处上啊。你的孩子就学到了，第一是齐家啊，面对家庭的困难呢，夫妻都是团结的，没有互相指责。你看，都是你搞成这样的，都是一起面对问题啊，甚至会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来。哎呀，是我不对，贤人真罪啊，愚人真理啊。这《增广贤文》教导我们，家庭当中一出什么情况都是真罪啊，是我的问题，各自责啊，天经地理，各相责天翻地覆啊。哦，所以你看古人这些话都是人生成败的关键。开卷有益是真的，这些都是古人人生的智慧心血，而且还透过陈侯摩先生呢把它汇在一起。你看他挑了多少资料啊，把这些最难得的挑出来，而且还挑精华给我们看，就都是我们的福报啊。每天读两页三页，哇，这个受益无穷。看下一句讲了，古人云教孝于位啊，亦当教慈。我们看到这个愚字啊，就很感动了。这么有学问的人都怎么称自己啊？愚。我们从字里面可以体会到古人的修养。只要我们的心境静下来，神教古人呢、啊，我们一看到印光祖师的墨宝落款，常惭愧深。哇，一看，哎呀，我假如不惭愧，这个愧对印祖给我们的表演，他都是开悟的圣僧呢，他都还常惭愧，哦，还给我们教诲，静坐常思己过，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呢。所以真的风言展书读啊，古道照颜色。我看写下来这些名言警句的圣哲人呢，现在最少都在天界以上啊，说不定有一些都在极乐世界。你一看他留下来的东西，马上那个加持就到了，进一步要帮他弘扬发扬光大。你不能只强调教孝啊，你也要强调要慈，而且啊，慈者所以至孝之本也，不慈至孝，君人臣忠。你父母慈爱，孩子从小得到你的爱，他本有的孝心自然就引发出来，他想去报你的恩呢。你一个领导者，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啊，像我很年轻进了一个单位，战战兢兢啊，哎，结果我的主管哎很体恤我，健康啊，工作上啊，都非常体恤啊。
哎，我进一个新单位，战战兢兢的，哎，结果遇到这样的主管，啊，整个心啊，很安定了、啊。啊，我记得当时跟我一位，当时结拜的大哥大我12岁，我跟他讲到我的主管，讲到我流泪了，他说，嗯，我得找个时间去见你的主管了。哦，哎，他真的还去拜访了我的主管啊。军人，臣自然就忠了。哦，所以孔子也说啊，《论语》里面讲到了，啊，因为季康子问了。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啊？啊，这个季康子啊，可能呢太会要求别人，所以孔子跟他对好几次话，都提醒他，你要先回到要求自己。啊，比方说，他说了。以杀无道，救有道，何如啊？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矣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都是向外去求，去要求，所以孔子。哎，他希望百姓恭敬他。孔子说：“临之以庄，你面对百姓的时候很庄重，他自然就尊重你了。孝慈则忠啊，你要让他忠，你要先教他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而且你要慈，你君仁慈了，臣会忠啊。”啊，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能。其实你说这一句话，我们当老师不是一样吗？当领导，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我们当老师也是一样的。要学生尊重我们，我们自己要先庄重。你老师穿个内这个啊。啊，像这个，啊，我们男孩子穿个这个叫什么吊带的啊，穿上去的，你说学生怎么尊重你啊？你当老师穿个短裤，穿个拖鞋，哦，这临之以庄，则敬嘛，啊，孝慈则忠，哎，你真的。教孩子孝顺，他那个感恩心一起来了，他对父母会感恩，他也会感恩老师啊。父母给他生命了，老师给他慧命了，那百善孝为先呢，他这个孝心开了，他的善根就开了，念恩心一开，那老师每天陪他学习，教导他，他可怎么可能不感恩？那举善而教不能，我们班级里面就可以是这样的班风了，把好的表扬出来，大家跟他学习，哪一个同学比较弱的，我们去多帮助他，大家的爱心就带动起来了。就每一句经文呢，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庭跟工作的本分上面。啊，接着讲了，于见人家，他看很多的家庭，竟有忠才子弟，这些孩子的素质啊，都算是忠才的，却因父母不慈。父母不慈爱，不用心教，不陪伴，
甚至父母脾气又大，打入不孝一边呢，就是中财的孩子最后变成不孝之徒，要看得心痛啊，没有好好培养他呢。所以后面举了个历史典故啊，玉完银，完银就是大顺的父亲啊，银啊，遇到这样的父亲，儿臣抵御者，抵御就是还能欢喜啊，还能不抱怨，继续尽孝。古今自大顺后，能有几人呢？啊，虽然大顺是二十四孝之首啊，但是有几个能做到像大顺这样，遇到这样的父亲，他还这么孝顺？所以啊，按照五伦的因缘来讲啊，应该是父母带动孩子的善根呢、啊，领导带动下属的善根，啊，丈夫带动太太的善根呢、啊，兄长带动弟弟的善根，你从因缘形式来讲，这是更容易的。你处在比较尊位的话，哦，当然这里补充啊，男女平等，哦，这个时代讲话呀特别小心。现在这个你不讲男女平等哦，人家会抗议的哦。哎，但是那个平等最重要是互相尊重啊，啊，也不是齐头式的平等哦。因为男女的特质本来就不一样了。是吧，你搬重的东西，有没有人在搬重的东西的时候喊男女平等呢？那他肯定会被人家骂。嗯，好。啊，其实古人这些话都有人情事理在里面。啊，都有厚道在里面。那个啊，谢谢黄老师啊，这样我们在这个一条龙的平台互相探讨，互相交流。那我们上一次啊，一起学习到《弟子规》前四句啊，今天呢，我们进入底下的经文，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这些教诲是养父母之身，照顾好父母的生活。前面两句照顾父母的身体，尽心尽力。好，我们古代有榜样，叫黄香温喜。这两句这前面两句冬则温夏则静是黄香。晨则省昏则定是周文王孝顺他的父亲王绩。哦，那承德我们蔡氏是周文王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呢，要传承祖先的美德，这是我们的本分哦。哦，所以《孝经》开头第一段啊，开宗明义章，结尾。孔子引了无念而祖啊，欲修厥德啊，诗经里面讲了啊，我们要念着祖先，要
把他们的德行承传下来。诸位老师一定要教学生呢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要让孩子们都认祖归宗，最好能他们回去啊找到他们的族谱，族谱没找到也没关系，查他姓氏源流，他就可以查出他有哪一些留名青史的祖先呢。这个会让一个人呢很有使命责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程里面分享杨震，杨震四支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怎么会没人知呢？所以杨氏后代称四支堂。我敢跟大家保证，你们的学生里面一定有姓杨的，这个是大姓人。当时候呢，陈德分享完了，后来有一个同仁，他姓杨啊，他就听完之后啊，他就分享心得，讲到说：“哇，我的祖先这么有德啊！”他流眼泪啊。哇，这个同仁后来哇，那承担传统文化的工作啊，那真是尽心竭力啊，都是我要叫他去睡觉啊，不然都干到忘了时间了。原来他效法他的祖先之德。当我们老师啊，把孩子们的祖先之德介绍给啊这个讲解给孩子听呢，我敢跟大家保证，他们的祖先就变成你的护法神，一定起感应道交的。老和尚曾经讲，我们的祖先是最爱后代子孙的，这是真实不虚的，不然怎么会有汉字，怎么会有文言文，怎么会有四库全书啊。那陈德当时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服务 我们有办祭祖，我们单位里面最多的就是黄姓，好几个同仁，好像有五六个。结果后来在祭祖的时候，就有一个黄姓的同仁，他很虔诚，自诚感通，就看到黄香坐在台上接受他们礼拜，而且都有祭品嘛，来，接受祖先的供养，这个子孙的供养，真的都能感动的。那晨则省，昏则定，这个是文王，他一天三次问候自己的父亲，这关心父亲睡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体恤备至。所以周朝有800多年的国祚，这个都跟他以孝给他的子孙呢树立榜样有最直接的关系的。好，这个好像刚刚有，一位老师举手，施嘉玲老师，有请啊。
啊，这么难得大家愿意分享。法师，你好，有听到吗？有，现在有声音。有，您丹田有力。法师以及各位老师，然后以及各位护法，大家吉祥，有点紧张啦。因为我最近都在听法师讲的以前的那个太上感应篇，所以每次听就是都会念一下，每天就是要持之以恒。那这太上感应篇他那个有点紧张，他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一开始那个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就是听到的时候每一句好像自己都有犯过错，所以就会战战兢兢。那以前也是做过很多错的事啊，因为哪怕只是蚂蚁蚊子啊，也是都会去打它，这样子看到蟑螂直接反应就是啪。可是现在看到的时候，现在就是会小心一点，然后还是有点紧张。那我也因为这样子，那我在学习当中齁，然后每天都一定要听承德法师的经，就是太上感应篇。那因为法师也有讲就是要听21遍以上，所以我现在也努力的在追剧。然后上个礼拜刚好有到那个内湖那边，那有碰到一个就是两个人啊，然后他是在就是在更新那个什么更生人啊。对，他在那边做义工。那我跟他讲说我有在听那个传统文化的课，然后也分享给他。那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分享给他。那我就是最近如果有空的话，我也是会把一些资料给他这样子。说的不太好了，谢谢，这是我以上分享。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亲戚，然后他是说看到我以前比较急躁，然后看到说我为什么最近就是一次谈话当中他觉得好像有改变了。那我是跟他讲说紧张的时候也是跟刚刚那个黄老师一样，就是要念佛。那碰到事情的时候啊，也是拿那个老法师的经来听。那我先生是听老法师的经，那我是听那个承德法师的，所以两个一讲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讲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会拿大家的共同的老法师的来分享，所以家里的人就会和了。所以我也把这一件事情就是用在公司上，那公司上如果同事也有意见不合的话，我也会说讲对方的好话，所以呢这个团体大家都渐渐就很喜欢这个团体这样子。那目前我有发愿就是说要让大家能够学习传统文化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要类似接 case 一样，要有目标就是推广更多人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好，谢谢施嘉玲老师齁。他也是很积极去传播正法这个也要随喜他的功德那他刚刚也说的紧张的时候要念佛所以这个阿伽陀药什么病都可以治那他刚刚有提到这段时间呢在学习太上感应篇师长有强调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重要，尤其要先教因果因为让
孩子不敢作恶，有敬畏心。经文里面说慈心于物，培养孩子的慈悲心啊很重要，少造很多业。那我们自己现身说法以前不懂啊，你看在汇编里面，汇编的资料真的是非常丰富啊，这都是古人心血结晶的，都特别把这些事例记下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啊，这些通通是我们教学的后盾啊。你看正面的在酒厂工作结果的苍蝇都不小心都跑进来了，他都把他救起来后来自己被诬告了，那个官员要定他的罪的时候一堆苍蝇都过来结果这个官员觉得事有蹊跷了，后来就还他清白了。是正面的反面的一个母亲就是看到这些蚂蚁就放火把他们烧死，很不仁慈。后来自己生了个孩子，有一天他离开房间 没多久再回来，看床上一团都是黑团的，就一堆蚂蚁把他的孩子咬死了，最后他也伤心太过也死掉了就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 我想我小时候假如听这些故事，我铁定不会再去伤害这些生命了我对自己的善根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真的是没人讲啊，讲了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经过佛寺，我都想进去拜一拜，但是就是没有看到《认识佛教》这本书啊，福报不够啦，不然应该还是肯学的啊。那他这个是施老师他提到了。他夫妻都在学习，这个就是家文化了，学习就有共通语言，这样能够见和同解。他把这个精神也用到团体里面去了，而且首先是自己带动，有什么矛盾冲突不去批评，这都讲对方的好，叫口和无争。佛法很好用的而且老和尚还把我们选出来了，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所有的行门纲领都抓到了，你心里很有底任何事情我只要想到这些教诲我就知道怎么做了你看菩萨似的随缘妙用，妙在自己不能有情绪，妙在呢要念念为每个人着想，你就不会被情绪给拉走威仪住持有则德，我在家庭团体里面我身教做得够不够一想还有很多做得不够，不好意思去说别人哪怕自己做得好也不会严以律人严以律己，不能严以律人，要宽以待人，能够柔和直指设身的那大家都是成年人，很多的情况问题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很有耐性去护念，不怕辛苦，要普待众生受苦的。你掌握这些原理原则，自己心有主宰了。
啊，不会随顺烦恼习气的。啊，尤其老和尚说普贤十愿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对方批评帮我们消业障，我们只赞叹他，我们能真的做到这样啊，人家的惭愧心自然就起来。我批评他他都包容，我有好人家就赞叹，拍谁了不好意思了，好，所以佛法管用啊，传统文化管用，能用出来，家庭团体一定往好的去发展。好，哦，那这个这些句子啊，我们可以以这些圣哲人呢为榜样啊，来跟孩子引导。哦，那从哦我们自己的身教来讲，那我们自己能照顾自己的父母，非常体贴入微。那我们讲到这两句的时候，自己就能娓娓道来了。啊，像你照顾过老人呢，吃东西啊，要注意啊，暖，吃热的。软不要太硬，还要缓，暖软缓，古人总结的很好。缓就是你跟老人家吃饭呢，不要吃很快，要没一会我吃完了，哇，那老人家都紧张起来了。跟老人吃饭呢，余光要看着老人，他还没放筷子你就别放筷子，慢慢吃慢慢吃，陪着他吃他就没有那个压力。所以我们要学习黄香子体恤父母的需要，体恤父母的心情，体贴入微。好，那师长老人家非常细心的啊，你看这个老人家在海外弘法，遇到很多留学生的，都生怕让他们多花钱，体会他们的不容易。那个好像是我们极乐寺康老师说的，说有一次他跟师长出去了，他就师长说拿那个100块的美金啊，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用啊，你帮我用一下啊。哦，就是那个说法还要让对方不要难受。老和尚这种心地的柔软我们要学到啊。你纵使是这个帮助对方啊，也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卑啊，他这个你有那个心都能做的考虑的很周到啊。哦，那师长对于啊教学的老师啊，真的是冬则温夏则静。一个我们南彼得风大，老和尚就送每一个老师一件风衣啊，挡风用的。像这个我们周顾院长，他82岁了，来当院长，
那真的是鞠躬尽瘁啊。所以师长跟这个周副院长感情很深厚啊，因为周副院长的父亲周邦道校长是老和尚中学的校长，所以对周副院长那照顾是非常的细致的，甚至于还亲自去帮周副院长挑睡衣啊，这个都是冬温夏静的心境。这个沉则省，温则定，这个师长啊，我们也是听法师们分享到的，每一次讲经以前先去看韩馆长，韩馆长比师长大好几岁啊，虽然师长他是出家人，但他对于比他年长他也是很恭敬的，都是先去看馆长问候他的情况，然后再跟馆长一起去讲经，这个也是沉则省，昏则定，在面对长辈的时候的态度。那昏则定是这个晨昏定省，老人家从小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啊，所以这些处事待人呢，都能从他老人家一举手一投足当中啊体现出来。所以应该有发资料给大家哈，有同修很用心啊，在老和尚的身教里面呢，跟弟子规相应的他都把它挑出来，编成老和尚的身教弟子规113件事。这本书啊，我们要用心看，为什么？因为老和尚是我们的亲教师，我们能看懂他怎么把传统文化把佛法用在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看懂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用了，因为我们跟他的缘很深了，他的身教言教对我们都是一种加持啊。好，那这个出必故反必面啊，这个是为人子啊体恤父母的心情，自然就会做的行为了啊，不然你出去了父母不知道就担心了啊，回来没有禀报，那父母还是在操心，哎，怎么还没有回来？养，前面是养父母之身呢，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接下来，出必故，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这个都是能体恤父母的心情。这个居有常，起居啊，有常规，有规范，
你看我们当子女的啊，假如啊熬夜生活混乱了，那父母就不知道要多操多少心了。那夜无变，这个事业学业不能常常变的，也包含你不能常常搬家，这父母也会担心的。常常换工作啊，这种事我就干过了。啊，我刚出来工作换了好多啊。啊，我爸爸说你这两三年换的工作，人家一辈子也没换那么多啊。哦，那这个我就有故事了。故事在哪呢？故事在啊，没有体恤到父亲的心情，应该过去跟他沟通一下，我还在摸索，摸索到底我这一生要干什么。其实我不是喜欢乱换工作的，因为我做，我当时换工作的时候都是我成绩不错的时候啊，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就换了，但是还是没有体恤到父亲的心情。他一看，哎呦，这个孩子在干啥了？哎，所以啊，没有老和尚教导啊，不懂啊，哎，还是自我中心比较重啊。哦，那我们看师长老人家，这个出必故。哦，有一次是到斯里兰卡去了，老和尚看到一个护法，看到一个弟子，哎，你们到了这里啊，有没有给胡居士报平安呢？哎，大护法的心情啊，哦，这个师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能体恤他的心情，就会给他报平安了。哦，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下了飞机，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给父母发个短信啊。哦，给另一半，给家里人发一个短信啊。啊，出必告啊。啊，让他知道到了，不用操心了。哎，哦，所以师长提醒了弟子们，而且还不是提醒一个哦，下来之后提醒了好几个人。哎，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像抓住机会教育点的，啊，出那么远的门。学佛要从哪里学习？就从这些最细节的做人做事，他能提得起来体恤别人的心呢？啊，佛门是慈悲为本的，那慈悲要在哪里练呢？慈悲不是哦，听经的时候才提起来了，啊，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情景都能柔软的去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我们当老师很敏锐哦，啊，要带孩子出去户外教学，哇，有好多机会教育点都出现了。你甚至要出去以前就是一个教育重点，出去回来又是一个教育的机会点，甚至于在整个过程通通都是啊，甚至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机会教育的。所以要多念佛，心很定的时候，这些机会点全部都掌握住了。反必面，
我们很多同修也很可贵，很会观察。一个老和尚讲经，到了协会了，一进门，看到有客人，跟人家致意一下，马上就是第一个动作，就跟挂在房间里的老师、母亲护法行礼。哎，我回到讲堂了，行个礼，板壁面。包含老和尚出国弘法，出去以前跟李炳南老师报告，回来的时候再报告。你这整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情了？老师也关心了，一跟李老师讲了，还很多他人生的智慧阅历，可能就在师长给他老人家分享过程，他老人家就会掌握这些机会点来护念呢，来教导了。那善知识他是心地是清净的，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你不扣不明啊。你一给他汇报了，他很多人生的阅历就像泉水一样就涌出来了。这个都是反壁面的。好，那居有常，业无变。这个老和尚生活作息都是9点多睡觉，这是早睡早起啊。这是陈德也有观察到的。所以师长都是表演不熬夜啊，我们当弟子的要学得像。而且啊，你假如是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啊，你一熬夜了，人家就不好意思太早睡了，搞得大家最后都累趴掉了。所以我们所说所做都要依师长为标准啊，依止他老人家，不能带不好的风气出来啊。好，那业无变呢？你看老和尚学释迦牟尼佛，讲经不中断，业无变呢，自己教学的这个事业。62年如一日的。尤其师长答应了张家大师学释迦牟尼佛。答应老师的至死不变的。遇到再大的挑战都不改变。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免送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动一动啊，喝点水。好，再见啊，晚安。